生肖属蛇、属马、属羊的，基本上我认为夫妻的互动是有一点点意外的，包括什么呢？配偶投资失利，造成我们争执更多；未婚的在感情事业方面，因为过度的浓密而造成整个会有我们所说的争执争吵的危机。要记得哦，少开口为妙。